篇章。西安石油大学是西北地区唯一以石油石化为特色的，以工学为主，理、工、经、管、文、法、教、艺多学科协调发展的高等学校。学校有三个校区，占地2133亩。学校设有16个院。部系具有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院校资格，面向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港、澳、台地区招生，现有在校研究生、本科生20000余人，外国留学生600余人，学校教职工1600余人，其中专任教师1000余人。有高级职称教师500余人，有研究生导师近400人，具有硕士以上学位的教师900余人。学校被中石油、陕西省委组织部、省委高教工委、省教育厅确定为干部教育培训基地。走进今天的西安石油大学，优美如画的校园环境，先进完善的教学设施，教风优良的师资队伍，昂扬奋发的莘莘学子，无不给人以希望，给人以力量。学校按照以特色优势学科为基础，统筹学科布局，优化学科结构，凝练学科方向，强化学科基地，构筑科研团队，突出自主创新，提高学科发展水平，形成了石油与天然气工程等7个省级优势学科，一个陕西省普通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特色建设项目，现有14个硕士学位授权1级学科，58个硕士学位授权2级学科，一个联合培养博士学位授权学科。2013年，学校获批为陕西省博士后创新基地，学校聘请10余位国内外院士和专家作为特聘教授和客座教授，有2级、3级教授38人，国家突出贡献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全国模范教师，全国优秀教师，国家千人计划，国家百千万人才等国家级人才近40人。
陕西省突出贡献专家，陕西省重点领域顶尖人才，陕西省三秦学者百人计划，以及陕西省师德标兵、师德先进个人、优秀教师、教学名师和陕西省人文英才等省级人才60余人。石油与天然气工程领域获全国工程硕士研究生教育特色工程领域荣誉称号。学校现有2个联合共建国家级实验室，1个教育部重点实验室，1个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18个陕西省中石油重点实验室和工程研究中心，1个陕西省重点科技创新团队。学校荣获陕西省产学研联合开发工作先进集体荣誉称号。学校针对国家能源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大力开展科学研究，科技实力不断提升。12五以来，新增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科技重大专项等国家级和省部级研究项目300余项，科研总经费7亿余元，获国家和省部级科技奖励40余项，授权国家发明专利近200项，出版学术专著100余部，学术论文被 SCI、EI、ISTP 3大检索收录1500余篇，其中5000万吨级特低渗透致密油气田勘探开发与重大理论技术创新，和油气煤油同盆共存负极成藏理论技术创新与多种能源矿产协同勘探，鄂尔多斯盆地低渗透油气田含油污水回用处理技术及工程应用等3项成果，分别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1、2等奖。这些高水平科研成果为石油工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学校牢固树立以人才培养为中心的办学指导思想，以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为主，大力发展留学生教育，积极发展继续教育。学校把高水平教师队伍作为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第一资源，扶持中青年学术骨干，提高教师队伍国际化水平和核心竞争力。开展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石油工程教改班、地质学创新实验班、俄语教改班、会计学 ACA 班5大特色培养方式。12五以来，获国家级教学成果2等奖1项，省级教学成果奖20余项，21个陕西省教学团队，获批15个陕西省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19门省级精品课程，先后被评为陕西省研究生创新教育先进单位和陕西省研究生培养工作先进单位。学校57个本科专业中，有5个国家级特色专业、10个陕西省特色专业、5个陕西省名牌专业，5个专业被教育部批准实施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学校依托石油立足陕西，面向西北，服务全国，培养石油行业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为人诚实、基础扎实、作风朴实、工作踏实、开拓创新的高素质复合应用型人才，以开放型、国际化的视野，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和培养方案，积极实践大类培养、产学研合作培养、定向复合培养、国内外联合培养等模式，加强实践基地建设，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12五以来，与地方政府、石油石化等企事业单位签署了70余个战略合作协议书，联合建立了一批实验室和工程实践教育中心，1个国家级大学生实践教育基地，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11个。学生在全国电子设计竞赛、数学建模竞赛、机械创新设计大赛、创新创业大赛、石油工程设计大赛、油气储运工程设计大赛等各类竞赛活动中，获国家和省部级以上奖励900余项。本科毕业生一次就业率
连续22年保持在90%以上，涌现了一大批下得去、干得好、留得住的一线科技与管理人才，先后多次被教育部、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陕西省评为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单位。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中国石油报、陕西日报等多家媒体多次报道我校人才培养工作所取得的成绩，引起广泛赞誉。学校高度重视国际化办学，积极融入国家“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先后与美国、俄罗斯等国的60余所院校建立了重点合作交流关系。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约翰·戴森·霍费尔教授等国外知名专家来我校讲学，开展了“1+2+1”中美人才培养计划，先后成为陕西省属理工科高校中首家获得中国政府奖学金来华留学生接受院校和中国政府奖学金来华留学生自主招生院校，成为全国石油石化类和陕西省属高校唯一入选的来华留学示范基地建设高校，累计培养来自50余个国家的留学生3500余人。学校一贯重视校园文化建设，丰富文化生活，强化文化育人功能，营造潜心探索、崇尚创新、兼容并包的文化氛围，坚持依托石油行业背景，突出石油行业特色，大力开展以石油精神为主题的校园文化教育活动，举办明德大讲堂、十大青年论坛、专家教授学业咨询会，邀请陈忠实等名家名师做高质量的系列学术报告，开办大学生文化素质课堂，持续打造形成了大学生科技节、文化艺术节、阳光体育节、智者杯辩论赛、春之声诗文朗诵、秋之韵演讲比赛等一批特色品牌文化活动，每年举办社团文化节，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组织学生赴革命圣地延安、油田、农村、社区等开展社会实践活动，进行实践育人，先后邀请中央交响乐团、中央芭蕾舞团、国家话剧团等高雅艺术进校园，营造了文明奋进的校园文化氛围。学校被中共陕西省委、陕西省人民政府授予省级文明校园和陕西省人民政府授予的校园文化示范点称号，多年多次荣获陕西省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优秀成果一等奖。展望未来，西安石油大学坚持以立德树人、提高质量为核心，以内涵发展、特色发展、协调发展为导向，注重规模、质量、结构、效益协调统一，坚持走开放式、国际化办学之路，全面提高育人质量、学术水平和综合实力，努力建设特色鲜明的高水平教学研究型大学。大江流日月，凌云会有时，西安石油大学一定会乘浩浩长风，破滔滔巨浪，云帆垂天，直济沧海。石油大学千秋业，山高水长，一路壮歌，看我辉煌明天。